各位好，我是黄俊权，然后应该是今天最后一场了哈，希望哈，好，应该是吧，看一下啊，确认一下，是的，好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结束了啊，好，这个声音有点哈，有点需要调整一下哈，大家见谅一下哈，好，那我们这个议程呢，再跟大家探讨一下，就是有一个最近做一个项目叫 F9， 好 ，microkernel， 然后。这个 microkernel，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哈。这个故事呢，可以退回到去年哈。去年觉得就是因为我现在很喜欢做一件事嘛，就是常常喜欢在想说做一点新东西啦，哈，做一些小玩具治愈人嘛，哈。虽然好像很难娱乐到别人哈，但是就是说至少自己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嘛，哈。那取名字很困难的哈，然后因为我以前都用女生的名字来命名哈，但是会增加一些女生的困扰哈，所以我后来就不做了哈。好。然后我后来就一直盯着我的键盘，说我要取一个名字。那我发现呢，这个 microkernel 呢，我目标是希望可以让它变成是你我生活可能是看不到，但是它其实它依然存在哈，像那个陈怀生中校一样哈，看不见，但是依然存在哈。好，所以我就看了键盘，就看到一个什么，你看，在你盯着屏幕看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有一个按键叫做 F9， 对不对 ？Function Key 的9。好，所以就取叫 F9 Microkernel 哈，就是这么来的哈，并不是有什么神奇的故事的哈。我知道有些什么火箭什么鬼都是叫 F9 啊，但是就是一个名字是这样哈。好，那这个是有点故事的哈，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故事是怎么来哈。他的故事是这样哈，好，我脑袋有点打结啊，请你原谅我哈，好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，然后这个是这样，就是说我在我在干嘛？奇怪，那个东西跑去哪里啊？啊，头晕，好，别打我哈，我那是什么议程啊？一天讲五场还是蛮累的，好，到底讲什么？啊，漏泡吧。是我爸爸。Cost cup, no power. 好，对对对，好。这个不是被要表演一下吗？好，我看一下。好，那就是这个是这样，就是说去年哈，去年我做了手机，快做了10年哈。那我想一件事，我想要把科技用在也许可以用比较广泛的地方哈。所以我想要做的就是幼儿哈，婴幼儿的生理监控哈。那或者是老，因为人口老龄就是老龄化还蛮在至少在台湾哈，其实它变化很剧烈哈。那我现在想要做一个产品，就是说我可以用科技哈来改善这些产品哈。那其实这种同类产品非常多，你在市场上有看到很多。我今天不是来卖药的哈，那我是来卖装置的，不是卖药的哈。好，那这个同类的东西其实非常多。然后，但是我发现一个共通问题，就是说在工程角度来讲话，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哈。从微处理器到作业系统到通讯哈，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像以前这种装置呢。因为人的那个生理监控啊，有非常多演算法。其实这些演算法呢，以前的装置是怎样？就是一套装置出货之后，它就没有更新了啊、哦。那你要更新怎么办？好，对不起，就重买新的啊、哦。那你说装置没坏啊？可是因为它的韧体的限制，所以它因为不能韧体不能升级的限制，导致你要买新的啊、哦，这是一个悲剧。但是还有更悲剧的。更悲剧是什么？就是装置跟装置之间没办法通讯啊，所以以前呢，你可能一个这样的装置，然后你搭配一个小的接收器啊，好，一个装置可以透过手机，然后到云端，这是很好的概念。但是如果说你要让它单机版，好，抱歉，我们就会听到有些公司说，我们公司只出云端版，不做单机版，好，那你不觉得这样的东西能用吗？好，它能够用，但是只能用在某种特定的角度，好，所以我们想要建立就是一个开放平台，哈，建立一个就是说用。建构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上，开放的硬体上，然后我们也建一个开放软体的环境，所以我们想要打造一个东西是什么呢？我打造的是说我给你一个基础的作业系统，然后它可以放在一个比方说 OnCodeM， 之前被你有跟大家介绍过 CodeM 在功耗啊还有功能上其实有很多有弹性的地方，我们想要建构在这样平台，然后建一个标准的环境啊，不是标准，就是说比较能够重用的环境，所以你今天把它包装成不同的包装，今天给婴儿，明天给老人家，后天给逐渐老化的你我也来用，就类似这样。那或者说呢，你想要把它拿来做什么呢？你可以拿来做戴在身上，你也可以不放在身上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要在
这种应用其实很多种。那总之呢，这些东西其实难的地方在哪里？好，硬体其实都差不多，但是硬体啊，传输技术其实差不多，但是软体问题很大。我们说软体问题大在哪里，并不是说这里面 OS 啊有多么难设计，难的地方是说你要怎么去扩充。这种装置呢，基本上像荧幕上看到这个装置哈，哎，我应该没有打公司 logo 出来哈，啊，它就是一个产品哈，某一家公司的产品哈，某一家赞助商的公司的产品哈。然后像这样的东西呢，其实大的问题在哪里？大的问题在说你一个第三方的软件啊，不，第三方的软体哈，第三方的软体呢，你要怎么把它扩充进来哈？那像这样的问题，其实你如果说 kernel 都是就是完全都是把包进去，比方说你新增新的那个 protocol， 比方说加了一个 IPv6 哈，那或者是再加 BOE， 再加你想得到一大堆 service， 那 core size 还是很小，但是呢，你会不会因为加入新的 network state 导致系统 crash？ 会不会因为说加入一些新的特征导致系统出了问题？或者说你要更新韧体？为什么很多装置它没办法更新软体？说穿了就是软体没有设计好。那你要想一件事，像人工心脏，人工心脏是一个严肃的议题，人工心脏呢，基本上它要能够连续用20年，好，然后所以你要去思考啊，人工心脏一旦装到人体内，可不可以硬体可不可以换掉？不可以，就是人。你植入心脏的时候其实放进去，然后放进去其实固定好，为什么要设计20年，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因为你一旦固定它可能就拿不出来了哈。然后所以在人工心脏来讲的话，它的韧体好要需要做升级，对，不要怀疑，就是那个 FOTA 分为 on the air upgrade 好，所以像这种事其实要做。然后再来是说呢，这个 IC 可能会有 bug， 有可能有 bug， 所以你会发现说像人工心脏这种东西啊，它的毛利是995%哈，就是接近就是1000%的意思啦哈，就是毛利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产品线。但是问题是它的难度非常高，它要从 IC 对，不要怀疑，就是从 gate count 那个角度去做哈，做验证。然后做完之后呢，上面的那个系统程式哈，比方说 compiler 啊 ，OS 啊，其实都要验证哈。那其实，在 FDA 还有一些规范，欧洲有些欧盟有些规范哈，其实是讲人工心脏哈这种规范哈。所以你看到说它一路从 ICOS compiler 到上面的系统软体验证，有非常多规格在这个项目。好，那如果我们今天不看这样的项目，其实我们看像这样的一个产品，这样的产品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限制，就是说它这样的产品你会觉得它是收于身体监控，听起来很无聊，对不对？好，抱歉，这东西要 FDA 是要认证的，而且要看你卖什么地区，卖欧洲更难。那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从产品回来，就是说它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，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做一个硬体啊，我选一个够好的硬体，然后我也许呢把 Arduino 那种概念带进来，就是你也许机构做漂亮一点，你可以透过一个插夹或者一个 Dock Shed 把它按上去，然后就有形成新的功能，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事？当然我们同业又跟我们讲啊，这个毛利可以赚1000%，你干嘛不做呢？你干嘛要自杀呢？因为如果这样子做的话，很多公司他们的会受到抨击哈。但对我们来讲呢，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有科技背景的人，或者说我们身为说迷恋科技的人，其实我们周遭的生活有很多可以改进。从高铁的订票系统，从那个医院的诊断系统，其实都可以切入。那你会说这个东西太复杂了哈，这个东西就像国防部那块布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可能遮蔽了。好，但是你有没有机会去突破？有啊，有机会去突破，对不对？也许呢，我们可以走上街游行哈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上街游行了，然后用人民的力量去刺激这个。那我们想法就是我们设计的产品，好，也许呢我们创造一个概念，就是这不是什么新概念，好，那我们把硬体跟软体的相关事把 open source 出来，然后硬体把它降到一定的价格，然后我们也许我们没办法获利，也许我们可以透过云端去做价值的服务。好，总之这样东西呢，其实对我们的系统的设计是在哪里呢？我们系统上的一个设计，好，就是说其实你就可以隐约看到，我们如果要开发一个作业系统，开发一个，哦 ，no， 不要，好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出什么问题？好，就是好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好，那假设呢，你会看到画面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会看到画面上有很多个好了，不要胡乱大家哈，这个国防部没有两样哈，不能这样子，好。好，那你这是我们的网页哈，那你看 CrossCup， 你看 CrossCup 就算很忙碌要演讲，对不对？还是可以更新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 Open Source 有趣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一天讲不长，我们还是可以更新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是
那个还是可以 commit 对不对？哈，就觉得很爽，对不对？好，看还是可以 commit 好。好，那这个 OS 在做什么事呢？好，那Ben有跟大家稍微介绍，我再完整讲一下哈。我不会讲太多技术细节，我只是想跟大家讲一件我们看到一个机会哈，就是说，之前在 Hoax 跟大家介绍过 Astro Kernel 跟 Micro Kernel 的一些设计的考量哈。那接着我们就继续看哈，我们想要采用就是 L4 Micro Kernel 的设计哈，所以基本上 Kernel 本身只顾虑最基本的，所以 kernel 本身考虑什么事？ kernel 本身呢，就去只考虑说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哈，就要比方说机体的管理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执行，好，就是它的那个就是 thread， 好，所以它基本上它管三件事，第一件事就是机体管理，第二件事是 thread， 好，那些执行序，然后再最后一件事是 IPC， 所以呢，如果你之前有听过 Hoax 讲那个 Astro Kernel 跟 Micro Kernel 哈，其实他讲那么多，其实这个有个核心的精神是什么？就是这些 Internal Handler， 这些 Patch for Handler， 我们可以有机会把它搬到 User Space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 Kernel 可以是非常小，除了小以外呢，它可以几乎是固定的，甚至我们可以夸多一点精神去证明说它的可靠度是怎样哈，因为这个东西在 Linux kernel 是不可能发生的事。Linux kernel 呢，以 3.2 版来讲，已经到多少行了？ Linux kernel 3.2 版已经到1500万行，非常多的行数哈。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什么呢？你熟悉的 mutex 生命峰，你想得到那些 OS 的排程的东西，抱歉，占不到 5%。那你就好奇啊，那其他程式码在做什么事？好，其他程式码就是档案系统跟 network 档案系统 device driver network stack 这些东西占了超过 90%。偏偏呢，这些 driver 呢，这些 stack 通常都是由不是最资深的工程师，就是不是由 Gregor 哈，我们 Gregor 这种等级的大师在写的哈，通常都是比较没那么资深的工程师，或者甚至是硬体工程师，好，顺便捞过界来做这个的哈。所以，比方说他出了很大问题是什么？就是他的品质是很可疑的。好，当然 Linux community 的做法是这样，他用了 community 的力量，花了命去，花了拼了命去改，然后或者说挑一个很特别的产品，比方说 smartphone 呢，如果完全不会当机，你会觉得是什么？好像不够 smart， 对不对？就像台大的学生呢，假设都乖乖写作业，你会觉得，哎，这学生是不是有点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会说，哎，这个学生看起来很聪明，然后有时候又翘课，哦，这就已经是台大学生，好，对不对？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成大也有很灵活的学生的哈，好，这个同学不要生气啊，好，然后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件事，就是说。在我们来讲的话，我们这个装置其实它不是走这种风格的。我们可以有很多 community member， 但是我们希望怎样 ？kernel 本身只做最基本的事情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做了什么事哈。那所以呢，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考量哈。我们做了一些考量，就是说第一个就是电能源管理的部分，我们等一下再讲哈。第一个就是安全系的议题啊。所以我们在 Cortex M， 好，我们第一件事其实就已经把MPU Memory Protection Unit 把它做出来哈，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。相对很多Real-Time Operating System 哈，其实这个是一个不能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但是把这件事当作首要考量就比较少哈。因为我们第一次就想到这个事，因为我们相信这个装置 Cortex M 哈，像现在来讲 Cortex M 最新的制程已经到什么制程了？已经到6奈米制程了。TI 今年出的 Cortex M 啊。TI 今年推出的 BOE 就蓝牙 4.0 整合的方案已经用65奈米制程了，这表示什么事？它的功耗、它的品质其实有很大的提升。你要想想看呢，在 TI 做这件事的时候，去年有很多公司，包括台湾的公司在做 microcontroller， 还是用什么等级的，知道吧？还是用 0.13 奈米、0.13 的制程，不是奈米制程，是 0.13 制程。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效能提升的是非常快，好，那当然功耗这地方控制的可以做得更好哦。那所以我们认为说，我们在一开始设计一个 memory protection 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说我要让这些 isolated execution 哈，让它变成一个可能哈，而且是当作一个必要的条件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以前讲 multi thread 啊，在很多 OS 来讲都支援 multi thread， 但是 thread 不小心写错。要写作实在太简单了，你就是犯了一些很白痴的错误啊，buffer overflow 啊，然后什么除以零啊，就是你会干一些很白痴的错。那总之呢，这种错很难找出来啊，因为一些因素嘛，那就算你找不出来，不代表没有，只是你不承认而已，或者你还没看到而已。那所以我们希望一开始呢，我们就把机体管理这件事啊，包含机体保护这件事当作一个必要条件。所以如果说你对
Airflow 有点概念或者熟悉的话呢，它有三个主要操作，叫 Grant 啊 ，Grant， 然后 Map 跟 Flush 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在 Airflow 的思维是怎样呢？它希望说我尽可能把 Device Drive 搬到 User Space 去。那很多人就会好奇啊，那你的 Instruction Handler， 你的 IRQ Handler 到底怎么办啊？那 Airflow 的做法是怎样？我用 IPC 从 Kernel。把这个 message， 把这个相关资料传到 user space， 你让 user space 去做，而不是在 kernel 里面做。好，这个好处其实很明显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处理的对象有可能是一个连续的网络封包，啊，或者说一个会有交错，或者是它有不同优先权。那 kernel 做这件事其实有很大问题，就是 kernel 要花很大力气在处理 lock 的问题。再来是这些 service routine 很可能会当掉，因为撰写它的人不见得是比较资深人，他有可能是。比较之前或者甚至是外来的常做的，好，那这样的东西其实对系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。那我们现在目标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搬出去，好，搬出去你就遇到问题，那我这些机体这些 edge space 我能不能让它共享空间？所以你会有一个 grant 操作，好， grant 你可以看到 grant 呢，它就像一个字，就是就担保，好，就是说它怎样，它是这个 page 就担保给新的使用者，好，然后它不能被之前人使用，所以它是怎样转让。然后 map 是什么呢？ map 就是实作出一个 share memory， 所以我跟你这两个不同的 thread 就会共享同一段内容。好，然后再是 flush， 把这些关系把 map 的关系清除掉。好，那这件事呢跟什么有关？这件事呢，我们就已经把它包装在 MPU 里面。好，那在 Cortex M 的话，它有支援那个八个 region 的 MPU。好，那如果你去 download 那个 F9 的 microkernel 的 source code 哈，啊，对对对，有空帮我们加一下那个加一下星星，然后你有什么突破，你就做个 fork 这样。那如果你的指导教授跟你讲说最近都没看到什么好玩的 OS， 也就哎呦，这个台湾人就有在做了，对。好，那所以你看机体管理这件事呢，它本身已经对到 MPU 了。然后再来是呢， Cortex M 支援一个东西叫 Deep Banding。 好，然后我想如果大家有写过 Device Driver， 你可能知道那个像 I2C 啊，还有个 Deep Band。 好，那 Deep Banding，好，一个是 band 是那 b a n g， 好，一个是 b a n d， 好，反正有个 d 有个 g， 好，那个 Cortex M 的术语叫做 bit banding， 好，就是说实体机体可能很小，实体机体可能多大呢？你的机体可能只有192K， 但是你的 address space 也许很大，你32K可以定制到多少？4G， 所以它的设计就是说，我既然我实体的东西，实体的机体其实很小，但是定制空间很大，所以原本呢，我要用细元写一大堆很恶心的那些什么那个 XO and， 然后找它其中一个 bit， 是不是可以把 bit 直接换成一个 byte？ 所以你可以怎样用细元的 array， 用细元的你熟悉的方法，用细元的数值操作，就可以只操作一个 bit。这表示什么？你可以省掉非常多的指令。在你做初始化的过程，像 GPIO 的初始化，因为以前要写这样东西很痛苦啊，要算老半天，然后再对做一个运算，你会做很多不必要的 ALU 的操作。那这个东西呢，这样子写的话，就是基本上有2/3的 code 都可以拿掉啊。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直接在 OS 这个层级直接支援 Deep Banding， 也就是说你的 Device Driver 啊，在 Kernel。你会去注册一些比方说你有些设定，你直接把它对应到另外一段 Deep Banding 的 memory，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叫 map。 好，所以你就直接对 map 写，然后就会对到那个实体的东西。然后这除了这以外呢，在 Cortex M 有一个东西叫 NVIC。 哎，刚被有没有讲这个？刚刚故意留一个题目给我讲，好，所以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在一个 interrupt 发生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到就是Interrupt 发生，我们会到什么？会启用，会到 IR， 就是 IRQ 发生会到什么 ？ISR 啊 ，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。好，可是你在 ISR 的时候又发生一个 IRQ， 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好，那有同学不是同学，是有朋友就会讲说啊，就是 disable 嘛，就不管它啊，就 don't care， 不是这么一回事吧？对不对？比方说我演讲讲到一半，那我妈打电话，你觉得哪个比较重要？我心里会觉得对，好，对，那你。对，就是说它其实会有那种不同的那个优先权嘛，这个是要看什么，看情境，看你的需求。那总之呢，在 on Cortex M 给你一个机会是什么？它就给你一个方式，它可以设定一个 priority， 好，它可以做 preemption。那以前如果不是用硬体来做，就非常痛苦啊！你要怎么做？你要自己做 preemption 哈，在这个我们之前就 always 的读书会哈，有非常多这个议题来做这件事，但是 Cortex M。已经把你做掉了，那我们 OS 的层级呢，就直接把这些东西支持了，所以变成什么，你就不用管。然后再来是说，我们还有在做一件事，就是我这个跟我学生一起做的，就是在做一些针对
电影管理哈。那在我上午有一个议程在讲那个 Power Efficient 的那个RTOS 哈，其实我们就是参考一些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 设计哈，然后参加一些社群哈，然后跟他们一起合作。那我们最后就是把一些演算法哈，比方说像Ticketless Timer 啦，还有一些演算法哈，我们希望把它带进来哈。所以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？你在上面写 thread 好，那你只要比方说你就去看 System Timer， 你要说sleep 或者是做 year 的好，这样的操作，你只要管你的 logic 就行了。那 OS 呢会帮你去针对这个环境。比方说我要用 short term 的 timer 还是 long term timer， 因为 short term 跟 long term timer 功耗就很差很多。好，然后再是你有没有机会进入什么？进入 standby mode、sleep mode、deep sleep mode 啊？这个在 OS 层级我们是希望可以做到自动啊。那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。然后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提供另外功能是 kpop 啊。那 kpop 是 Linux kernel 的一个机制，我们从那边学习。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？我可以动态的去改变程式执行流程，我可以动态的去把系统状态 dump 出来。这有什么好处呢？比方说你想要做统计的模组啊，就是说你想要知道哪段 code run 的比较多次啊，你想要去分析说 program counter 的跳跃变化，你想统计某些 function、某些 thread 执行的流程，那你就可以用 kprobe。甚至你可以做什么事？你可以动态的去改变程式执行。好，假设这个东西是一个人工心脏哈，将心比心，这个东西你写一个假设啦哈，假设有你做一个人工心脏放在你妈身上，好啊，不对，这个不好了，放在你家小狗身上啊，不对，这个、不好，放在啊那个好了，放在一个安妮身上，一个假人身上哈，那放在这种安妮身上呢，那你会希望怎样做呢？你会希望说，哎，我有些东西要修补，但是它实际还在运作，好，以前的系统可能做不到这件事，可是我们用 kpop。就有机会，你只要有办法 download， 有办法下这个 instruction， 好，那我就会透过 kprob 去做。然后这是说我们完整支援那个不是完整的，就是我目标是要做到 L4 相容的东西，所以像 TCP 行为，还有像是IPC 那 IPC 的话 ，IPC 是 L4 microkernel 主打的一个项目哈。以前 IPC 我们讲的是 Linux 或 Linux 要做 IPC 做 shared memory， 为什么很花时间？因为它处理单位是用 paging 来做单位。可是你可以看到 L4 microkernel 它把最后的想法是这样，用一个想法怎么做？它用尽可能去用 register， 它有一个 virtual register 啊，那这个东西可以对到真正的 register， 那 register 跟 register 之间的那个资料移动是非常非常快、非常单纯，而且是这样 cacheable 啊。所以你在小量的 IPC 可以完整的发挥系统效能，发挥 cache 效应。反之，比方说像 Linux 或 Minix 那种风格的 IPC， 因为它涉及到动到是一个 page， page 就能涉及到很大问题，就是在 cache 的模式就会受到影响哈。那这个是我们有去做的部分哈。好。讲那么多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系统可以做什么事。好，那你把它download到我们的板子上哈。这个我们有一块板子就是这个 STM32F4 哈，那刚才Ben应该有 demo 给大家看过哈，那 code 是 M4F 哈，那有支援 FPU 啊、MPU 哈，很多机制都有，还有 DSP。好，那你把它启动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哈，然后我们可以去比方说看，哎，我现在有哪些 spray 啊？你看到有两个乒乓 spray 啊，所以说你一直在，你会看到哎，两个状态又在改变，好，就是一边一直在传资料，一边在收资料哈。那你会看到哎，中间有改变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你还可以做什么事呢？你还可以做，比方说统计啊，比方说统计说我现在有哪些 EG program counter 去做统计，然后再是你想要知道现在 timer 啊，所以你可以看现在系统有个 timer， 然后 memory pool 好，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一块好。A 开头代表是 kernel，U 开头代表是 user space， 然后在 Codex M 有一个 NPU， 那可以设八个区域，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就把八个区域里面再细分几个项目，好，所以你可以比方说 device driver 你要怎么存取，好，就 APP、HB， 好，所以你可以存取 APP、HB， 好，一个 prefer， 一个 high speed， 好，然后再是刚才讲过 big band， 好。Bitbanding 的话就把它对到 KMIP 啊，所以你在开发是完全可以用 user space 来做，然后在 user space 的 data CSS 不讲错了 BSS 啊，然后 kernel 的 information 啊，还有那个 kernel 的那个 data 跟 BSS 啊，都可以去做存取，然后但是你甚至可以挂入一些 kernel timer 的 event 哈，那包含你的 debug 也可以这样挂入哈，那还有什么东西没修？还有就是edge space 啊，那我们有个东西叫 Flash Page， 那就是把这些东西 NPU 的东西把它对到什么Program 就是 Programmer 看得到的一个 Logic 的位置，好，
那所以你可以在这个系统看到，你像编译出来把很多功能打开了，它也才50多 K 而已哈，这样非常小的东西哈。那我们现在就在上面建构，比方说 BLE 还有一些医疗的一些医疗分析的逻辑哈，因为不是每个没就是很多电子产品其实可以改变很多啊哈，并不是你看到那样子才叫电医疗产品哦。你要想看啊，现在与其呢让一堆工程师牺牲了青春，然后做出个八核心的手机干嘛？让你打 Facebook 按赞，好，讯息一看不回，还不如把这个里面八核里面其中一核拿来做什么？来改善你我生活的哈。我们都会老，好，我们有父母，我们有亲人，好，你做的东西可以感动别人哈。其实你可以做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想要做这样的架构，就是它底层应该是可以这样一个很透明的哈，可以很清楚运作的哈，然后你可以参考这些操作哈，就那如果有不懂的话，你可以跟我们讨论。然后再是说如果你有心参与开发的话呢，你可以去参与参考一下这个issue list 哈，所以我们一些待做的功能啊，然后一些可能系统有些 bug 哈，你可以去认领哈，然后你可以在 Joule OS 的讨论区好跟我们回应哈。那我们整个开发其实都是在 GitHub 上面哈，就是包含说你遇到问题，好说你也去可以看一下之前我们的讨论哈，比方说我们想要缩减那个 NVIC 的 overhead 哈，或者说我们想要实做一些比方说什么，比方说 capable 哈 ，capable 是扩充，那当然也有比较简单的 issue 了哈，那可能要做就要抢快一点哈，比方说我刚才看到开那个。这个启动画面太丑，对，好，就类似这个哈，所以我就贴一个 issue 啊，就这样哈，就是我发现说这个我们以前不是长这样的哈，所以我就说，哎，我这 banner 太丑了哈，结果贴出来一小时啊，就有个日本朋友把它修掉了哈，哎，所以我们也有简单的 issue 了哈，就是其实很多事可以做，那甚至你可以在上面开发一些应用程式，就是依据 L4 的 API， 那我们现在也在想说我们要开发一个你可以在 issue 上面找到，我们想要包装一个把 L4 API 包装起来，然后可以让比较。C 风格的 ，C 原风格的 POSIX 风格的程式可以在那边跑啊。那现在有一些中研院跟交通大学的一些研究员啊，也在跟我们讨论这个项目啊。我觉得这是蛮好的，就是如果说各位在座有些研究员啊，或是学校啊、老师、同学或者业界朋友啊，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啊。这个东西是哦，对，它弯的讲，这个授权是 BSD 授权啊，所以如果你要拿来做商业产品啊，也是非常好啊。那是甚至可以交流好。那好，以上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因为时间其实已经超过了哈，那开放一个问题，有没有人？好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谢谢 Ben 以及 Joseph。OK， 谢谢。上面是网址哈，哎对啊，有空可以来 book 一下。